大家好，今天我做了简单又好吃的懒人一锅出。面粉中加入酵母、白糖、温水，搅成面絮，揉成光滑的面团。不用醒面，直接擀成大薄饼，上面再刷一层油，撒上干面粉，这样对折起来，切成长条，两个为一组，两端捏紧，再卷上两圈。盖保鲜膜醒发 1.5 倍大，油热下入肉片，炒出油脂，放料酒、生抽、老抽、盐、鸡精、五香粉、葱姜，炒出香味，倒入配菜，翻炒上色，然后倒入开水，把汤煮开之后，再放入醒好的花卷，盖上锅盖冻20分钟，有菜有肉的懒人饭就做好啦。花卷也是蓬松暄软，喜欢的试试吧，感谢支持。